妈，这是青鱼。妈，小顾啊，来坐。陆小姐，请坐。喝点什么？白开水就好了。陆小姐，经常喝茶吧？我一大早去买的土鸡。要紧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哟，黄妹妹，终于盼你来了。看看你女儿气质多好呀，嗯，就是遗传了你的好基因嘛。哎，我们世人娶了她，是她占了便宜，长相啊也就是一般般。你看看黄妹妹家的女儿，包衬衫一件，白裙，大大方方，一看就是。